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是森林。我们今天呢要玩肥瓜制作的小品解谜，就是喝酒系列的第三章，也就是最终章，就算有家室也勿忘父母亲。这边有一个故事内容，我们看一下。你是一位已经成家立业的男人，忽然有一天年龄回到了过去，然而也回到了以前的家中。努力逃了出来的你想要快点寻找回到过去的办法，但是原来真相是真相是什么呢？完全不知道。一键设定开始。终于出来了，但是这里是哪里？我家外面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好吧，继续走下去就知道了。好暗哦，我小时候没近视吧？长大后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呢？你有想过你爸妈其实探望着孩儿的回来吗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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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有箱子，225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纸张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们来到中间有一个喷水池吗？应该是喷水池吧，我们游上去看，上面应该有藏东西还是下面有藏东西啊？这边有东西，南135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难不成我们收集四个东南西北，然后召唤出神灯吗？我要召唤神灯，我才不要召唤什么神龙呢。神龙只能实现一个愿望，神灯可以实现三个。有箱子，逆流而上成就哦，获得一个成就，成就总共有三个啊，我们再获得一个咯。诶，这是红砖的房子，这边有木头，诶，这边有可以进去的门呢，这门是要干嘛的？诶，所以隔壁不能去哦，隔壁，诶，还是我们要跑酷过去啊，我们尝试看能不能跑酷过去。诶，可以呢，跑得过去，跑得过去。还有楼梯给我们上，诶，上回不去啊，这边可以出去啊。这边有箱子，这边有三个梯子，梯子能干嘛？梯子我是不知道梯子能干嘛啦，但是梯子先拿着嘛，都给了，还是玻璃才是有用的东西啊。或许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呢，是吧？嗯，哦，前面有东西，这是我家吗？哦，我家还蛮大的呢。哦，这边有箱子打不开，有藤蔓挡住，然后还有房间。哎，哦，怎么有洞啊，坑坑巴巴的。地下室也去不了，小书房都去不了。为什么我家会有铁砧呢？我家这么有钱哦。这边呢，这边有火焰烧的声音跟那个储物箱，没东西的。为什么会有人头在这边？这人头是放来干嘛的啊？最好是我以前的家会放这种雕像哦。我以前家的有这么恶趣味哦，客房都进不去呢，我们需要找一个钥匙来放这边吧。楼梯，对，楼梯就这边了。好，就放这边，上去看一下上面有什么吧。有什么？有蜘蛛网。南？诶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东？北？哦，这纸张吗？哦，我知道，在北225度嘛，就是这样。225度，然后南的话，你是东，不好意思，南在哪里？南的话是多少？135，这边，那我还少两张，不对，我们还少一张，我们就可以通关了。我们还少一张，不需要两张，另外一个随便转就好。东90度，哦，找到三张，我们找到三张就可以通关了。东就90度嘛，然后还剩下一个没转的，就是随便转嘛，这个。不是这个，是90度哦。哦，客房钥匙，我找到客房钥匙了。哇，进来客房，我们出不去了。这边什么？有客房的钥匙啊？客房的钥匙哦，对面客房的钥匙哦。可是我们出不去啊。好吧，根据我的询问之后，这个似乎是一个目前拥有的 bug， 之后会修复。对。我这片影片发出来之前它就会修复了啊，所以不用担心啊。所以这枚钥匙是一个 bug， OK。 那么我们现在到对面客房，哎，开了客房钥匙，客房门打开了，客房的话亮亮的。哎，这边有一个稿子写着可以破坏石板砖啊。我们在哪里有看到石板砖啊？这个是石板砖吗？哎，这个还真的是石板砖哦。好吧，如果你们是破坏这边的话，切记不要破坏，你破坏了会破坏游戏体验哦，不要破坏哦。这个半砖不可以破坏，会
毁掉你的游戏体验，知道吗？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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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吗？有吗？哎，有有有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坟墓吗？对对对，这是坟墓。然后这边还没开过，这个有床呢，有人来盗墓，谁敢盗我家的墓？这边还没打开，有箱子，放了很久的唱片跟一个书房钥匙哦，还有一个书房钥匙。那附近有没有东西呢？附近应该是没了吧？附近，哎，这边有东西耶。有你的头，难看死了！有一个发现小彩蛋成就，好，找到第二个成就了，好高兴哦！那我们就回去打开那个书房的钥匙，小书房哦，打开打开，书房门打开了。那么还有什么啊？这边地下室的钥匙，哎，地下室不就在旁边吗？哦，哎，地下室钥匙打开了。然后这边有什么、啊？这边有熔炉、熔炉跟熔炉。然后没东西了，有唱片啊，唱片可以播吗？哎，成就回忆交响曲，这是我们的回忆交响曲哦，有点难听哎。就是剩下这个嘛，泡进水里冷静一下。哎，哎，水有减少哎，水减少了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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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咻。烧啊烧！哎，烧完了烧完了！哎，打开打开打开！可房间的钥匙，哎，房间是楼上的房间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不是楼上啊，楼下啊，这边啊这边啊，这个房间，别别别别别，这个房间，房间门打开了，哎，是我哎，原来我是爸爸啊啊！孩子，你回来了吗 ？The end, the map, bye。背锅，是我们就是喝酒去找爸妈哈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的下巴有一个脸呢，你下巴。了解剧情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剧情好了。主角是第一代那位小屁孩哈，因为现在有四个有家室的男人了哈，但是因为父母生前一直想念着孩子的回家哈，时候愿望被上帝给实现了啊。房子是爸妈所买的新房，所以时空错乱，主角从旧家出来，直接到了新房子这里了哦。哦，这个跟那个第一代跟第二代有连接的哦，因为第一代我们是小屁孩嘛，想要跑出去喝酒，然后第二代我们是大人了，要出去喝酒，却跑回小时候的房子，然后跑回小时候房子，我们现在出来了，就直接来到这一边哦，还蛮复杂的嘛。这边有个逆流而上，发现小彩蛋跟交响曲，好，全部成就都找到，太简单了吧。好的，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帮我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